者洪素金台北报道，2018台南新时代跨年晚会将在12月31日晚上6点于高铁台南站前广场热闹展开。晚会由 New Style 的主持阵容吴怡佩、纳豆、黄等辉、谢欣担任主持。跨年晚会卡司打出地表最强女神及女唱相接唱，有郭书瑶、安心雅、鬼鬼、吴映洁、李千娜、佳佳，此外还有线上最受欢迎谷谷、吴思贤、灭火器、蔡小虎、蔡嘉玲、庄振凯、大芝、大贺兄弟等接连开唱，嗨翻台南跨年晚会。2018台南新时代跨年晚会照往例讲求低碳环保，不放烟火。今年主打文创风雨在地风，动画电影小猫巴克里剧中出现大量台南场景，让台南市民以动画方式看到台南之美。导演邱立威与主角巴克里猫偶受邀现身，和五名台南职人代表陪同现场民众一起倒数。台南市政府也加码好礼，有Sushi 汽车、洪家腾机车、华航台南、大阪、台南、香港来回机票及中华电信提供的 iPhone 手机等百万好礼，要让参与台南跨年晚会的民众们将大奖带回家，堪称全台最多礼的跨年晚会。台南跨年会锁定三女神：鬼鬼、瑶瑶、安心雅。明视提供。